我们现在这次是第三次来夏都酒店拍摄啊，那因为这一次他们的菜色有重新改变过哈，来让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还有很大很大的干贝，然后呢牛肉，还有呢啊蜜汁火腿汁，那这些呢海鲜是要用夹子去夹的哈，看这么大的生蚝。各位社团们有看到吗？琳琅满目，这次哈、菜色真的是改变了不少，真的也是算越来越丰富了。因为这次呢，我们大台南吃好豆香报来这边拍摄，已经是第三次了。那今天是跟版主呢出来出这个任务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想说，夏都酒店的经理有拜托我们来帮他们拍摄，好，那也是希望能帮他们打一下广告。那今天是假日，你看生意也是很多很多很多人，这些生鱼片呐、还有寿司啦、水果，琳琅满目。那因为我们这次呢，大台南吃好豆香报的会员将近来将近快200个人啊，主要目的是要来拍摄以外，也是我这个社团专家洪小强来跟版主来为他们站台。那你看这边就这么多菜色，你看各位社团们有看到吗？上次来的时间应该是2年多前了吧，2年后的今天，我们大台南吃喊豆香报的社团版主呢就来邀请我这个他的助理啊，帮他拍摄，然后将这些简介呢发生在我们就是传到我们大台南吃好豆香报的社群里面，我们的社团里面啊，这边都是他们点心区、蛋糕区啦、点心类有没有啊？冰淇淋啊，各位社团的人有看到吗？今天呢，我这个专家洪小乔也算是牺牲自己的睡眠，为了你们哈啊，跟版主真的来这边拍摄，帮他们站台。希望这些菜色呢，我们社团的人员都会喜欢，也可以一起来这边聚餐呐。小乔认为呢，这边的菜色确实是比上次那两次是好很多啦，是确实是真的好很多。那我洪小乔也是极力推荐，台南新鲜路夏都酒店，大家可以来尝鲜看看哈。那就这样喽，拍摄完毕喽，下次见，拜拜。这边都是我们大台南吃好豆香报的社团会啊，我们今天有全部的人都来这边聚餐。今天大家是来站台啦，还有很多人的拍摄照，这些都是我们社团的人员，大家看到了没有啊？